哎呀，这整的，这才给我整成上火，这干燥，幸亏烫点东西没。哎，别说，真没事儿，前几天呢都好了。哎，大哥干啥去？看亲戚吗？到时候记着，你床换我。 一会儿做饭，我大人答应领老师，这样整的好几天没好好答应我了，整点啥呢？白面还没，撇撇半步吧。那一天要是床板面起子，又搁哪儿呢？哎，纸包不能动啊，那就是这个了。哎呀，这是没有上回的馒头蒸的鲜呢。 大哥还没回来呢，没有呢。要不你先吃，吃完换他去。啊，那也中。吃吧。你搁啥扔呢？那苞米饽饽还能搁啥呀？苞米面呗，多吃吧，没有那玩意儿了。这家伙的，都让你给我们整害怕的。哎呦我的妈！